你们说摊上这么个老头可咋整？ 一点浪漫都不懂嘞！我估摸着哈，这辈子我老公要是给我买花的那天，可能就是我没得给我上坟去给我买点花。没有啊。 没有表示，今儿我俩结婚纪念日呢，都快打起来了。你没看那个损出？今儿我俩结婚纪念日呢。 我给他扒了个虾，寻思跟他说几句话。我扒完了，没等我说完就上来吭哧一口谢谢，完事儿了。刚把车上上不下了。啊？刚把车上不下了。 都说我揍他呢！哎呀，溜达，揍他！揍啥呀？你说揍你咋的？刚被他打的。打我还需要理由吗？哎呀妈，我是谁呀？打我需要理由吗？需要吗？哎，看见没？就我这小咖了，那不想打就打，真的。 跟你过两年了，今天咱俩两周年结婚纪念日，跟你过两年了，这两年能够让我活得这么好，还活着，到目前为止还活着，我感谢你八辈祖宗，我决定在这两周年纪念日我给你磕一个，感谢你两年的不杀之恩，谢谢。听听，昨天外卖钱六还你了吗？他哪还我呀？ 一会儿我扣个牌给你供上，龙虾吃了，正吃着呢，因为吃点海鲜，我挨了三顿打。我也不是那看不透的人，我也不是看不透形势的人，找各种理由打你。 那咱们还需要那找理由吗？自己退下，对吧？就是嫌你吃的多了，那不吃了吗？现在我就不吃了吗？给我找个牙签儿呗，整不出来了这个。